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玩《火影忍者手游》啊。现在过这个要塞争夺要塞，现在我们组织在打这个川哈、啊、川。现在我也刚来，慢了10分钟，刚才忘记掉了啊。四次要塞守卫了 我感觉打这个没用啊，这是拖时间啊。那应该要换个区啊，先拿三方吧。我感觉等一下换成小南吧。肯定是要塞守卫，打要塞守卫还是容易一些啊。穿一下，再趴一下就 OK 了。杀他！居然放狗！不应该啊！以前都是一开始他直接往前冲，现在直接放狗。为什么要多打一点？打到20几分了。碰不到对手，来这么多人、啊 也有不是我们组织的，应该不是又是这个吧 这样下去我只能打几次啊？基本又是那个了啊。要塞守卫啊，拿三分，拿三分，就2分钟拿三分，靠，拿个三代来用，这家伙好溜。三代其实还没有小南好用，感觉。哎呦我去！被个守卫打这么痛啊！我可以直接开大，反正大留着也不会留到后面去，我干嘛不开大？傻乎乎的！击败了廖威，首次6连胜。今天不是有送三代体验时间嘛？今天登录还要送配文一片碎片，还挺爽的哈。毛泽东，哎，我也是第二次要塞守卫，第三次又是要塞守卫了。三分就6分。7、9分、12分，好像他是要达到15分是吧？有送传说首饰品，要塞守卫怎么都是 C 冷，前面还有 B 冷，还有什么鬼灯水月啊，什么都有啊。五、哦，尴尬。搞得我又不能用那个，哈、啊、哈，气死我了！可以了，用那个，我不想用召唤啊，召唤扔了的话就麻烦大了。差不多两三分钟一把这样子算下来。也应该能拿到20几分吧，3期20，能打7次就好。下周我们就可以打一尾，剩5分钟之后解散，再解散，打守卫好无聊。哎，今天是各地的守卫都是吧？今天是打要塞的人不多，都放假，然后都在路上是吧？都在
各自回家或者是什么旅途的路上，也没时间玩。打着要塞，打着打着，每天都要跑来打要塞。每周啊，又是要塞守卫。你都打第几次要塞守卫了？你这时候差点就把召唤了那些，打多了那个什么，都是匹配嘛，习惯的套路就是控制人之后扔什么了，一有机会就想扔贝壳、扔召唤。这个打守卫扔的话就浪费，打守卫好无聊，得搞豪杰，不然说不过去。怎么每把都是打守卫啊？这周是不是这么好？全部打守卫，我们的人都走光了，基本都不在这待了。匹配半天又是守卫，匹配半天又是守卫，那你这个要塞直接让我们刷分，跟那个打以前的那个胖冷一样，是吧？开个那个什么自动刷就好了。还真他娘都是要塞守卫，这就看谁打要塞守卫打得多。你要过来。打守卫也轻松啊，拿十五分。诶，现在没有送传说的东西吗？40以后吗？70分，打70分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时间来的不迟啊，都已经打了8分钟了，好像是只有20分钟的时候打的，这样的下去根本打不上去。基本都是打要塞守卫，要塞守卫。要刷分的一起刷分，别搞豪杰。靠，一群人都挤在这地方搞事情。没好玩，都是打要塞守卫。10分钟能打30分就算不错了，20分钟60个，20分钟60分，30分钟90分，搞事情，还不死啊？打个守卫还这么痛苦，那这周的要塞，难道真的都是这个？去哪都行，别去豪杰。一个组织可以霸占3个区，
反正这个圈子拿下来了，你能不能不打这个了？打这个打得很郁闷，我感觉我要换个区，这基本都是要塞守卫，打个毛线，组织就好人多。 然后搞事情，居然被他撸这么惨！哎，那个守卫打得这么疼啊，我也是醉了。咱们换个区吧，他不是来雨在哪里？ 啊，感觉打组织的人好像好少哎，总算是遇到一个能打的对手了，穿基本都是挂机的，完了。 接我作死！哎，改的事情都没有，失败。 现在只写敌对人了，不写名字了。我用蝎，他都知道我是谁，就我用蝎。 完蛋了，还好，嗯，前移了，差点就输了我操，这群人打太狠了，这我还不如去打要塞守卫，你要塞的人全部回来。 飞哪里去啊？我操，这手速快的。 死掉了。
那是我站位等比他高哎。哦，连补血的时间都没有。哎，失误。这样子打我还真不如打压塞守卫，分数还是高一点，打这样子打。我操，我就不相信录不死你们。这回打要塞守卫了，真的打要塞守卫了。皮半天才匹配的嘛。哦，那阔鱼没扔出去，死了，没有输啊，好悲催啊。我一开始这种结局啊，哎呀，带的秘卷有问题了。你哪个贱人把我打败了？我要报仇！最近匹配时间实在是慢哈，这么多人站在这里还要匹配半天，就三分钟时间了。这个三代体验真是坑啊！也没有说让人选择什么时候体验，就直接拉来就那个就开始算时间，也没说我要不要使用，有时候不想使用，不想这么快使用的时候，他偏偏这么快就开始算时间。哥，你妹的，关键是个搞事情啊！打着打着就还要卡机了。还有一分钟最多打两把。快点啊！如果匹配的快点呢，能打两三把。这个赛季才拿二十几分钟，然后那边能打的时候输了连输两把，亏大。跟人打的好像就没赢一两把，赢的少。靠，这竟然还有人鬼火。
灯笼，然后再撸一把。全部来吵，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最后几秒钟吵在哪里？没时间了。吵，吵在哪里？跟我说要吵在哪里？我操，豪杰都开始打这个了，打一尾了。哦，这个拿下来了，水拿到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攻绿色的了。我还不知道，我还在那里打旁边呢。他最弱的蓝色的啊，红色是最难打的，不是，你看这个，我这要塞，我要是这个能拿下来就爽了，拿一个干手什么的。我们他们首领绝对战斗力绝对高，都能看得到啊，300多万，高我100多万，根本没法想。没想到我们已经拿了一个这个组织哈，水我都不知道有水。双。刚才说的草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天地卷轴，等一下吧。漩涡九星来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等先天弄好一下。把任务做完，哇，这个要塞就打了。